1.3倍啊！香港呢邊項目，唔睇可唔可以打破呢個黐馬嘅數據啦？即係好多年都冇要黐馬贏安田啊！好似咪伏特加噶啦，已經係去到係，好似都好耐啦，都係。好啦，照例都係噶啦，單數號碼嘅馬入先嘅。所以咧就波斯劍客啦、仲讚火星啦、杏木啦、朴素無華同埋野田優紀嘅都入咗啦已經，然之後咧就陳年美酒啦，同埋放聲歡呼。好，單數嘅馬搞掂，到雙數，野田賢君、賢者、冠軍車手、曲調夫子、特色星雲同埋啟愛航海。好啦，雙數嗰組。入正最後呢匹啦，亦都係排最外檔嘅野田重擊啊！好啦，野田重擊亦入埋2020年嘅安田紀念賽入曬閘，隨時起步準備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賢者慢咗少少啦，出得快少少啦，仲讚火星啊，外檔咧野田重擊啦，特色星雲啦，中間曲調夫子都快嘅，埋欄嗰邊一對野田都快嘅，野田優紀、野田賢君啦，咁啊再跟住咧先見到咧後啲喺外檔咧就陳年美酒嚟噶，再跟住嘅馬啦，先見到咧仲有放聲歡呼啦，然之後咧先見到冠軍車手同杏木啊，比較後啲啊，佢哋都係，而喺外碟咧仲有隻波斯劍客噶，咁暫時殿後嘅馬咧就朴素無華啦、啟愛航海啊，同埋咧就都係呢對。比較後啲，同埋起步慢咗嘅賢者嘅，好啦，咁開始入彎嘅時候啦，前邊咧野田重擊外檔埋咗嚟啊，帶出咗第一個馬位到啦，暫時都唔係帶得好遠嘅。首爾第二位係曲調夫子嚟嘅，咁啊貼欄第三位暫時咧應該咧就係啲野田優紀啊，就喺八條欄嘅。喺佢外側咧仲有仲讚火星啦，走三碟啊特色星雲，然之後就野田賢君啦，陳年美走喺外碟嚟嘅，中間就放聲歡呼啊，啟愛航海外檔都上咗啲，咁一對淺藍衫嘅混曬內檔嘅，貼欄就冠軍車手啦，杏木啊轉出外檔噶啦，再跟住嘅馬咧先見到賢者朴素無華嗰啲馬噶，入到嚟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帶緊頭咧，仲係野田重擊嘅，咁啊追到上嚟嘅馬，暫時都就係曲調夫子嘅啫，咁內檔掉緊上嚟，野田優紀咯，出邊上緊嚟嘅馬咧，暫時咧就放聲歡呼啊，勁啲噶，杏木喺邊度啊？見到外檔逐步蠶食緊噶啦，咁啊內檔上緊嚟嘅馬咧就轉緊位冠軍車手嘅，再200米嘅時候，前面放聲歡呼出咗嚟先嚇，咁但係呢時候冠軍車手現身啊，外檔冚上嚟仲有杏木嘅，但係前邊咧哇越走越順喎，放聲歡呼仲未停喎，杏木仲未追到佢啊，冠軍車手都係攬攬下嘅啫，但係睇嚟前邊啊走甩咗。放聲歡呼可以贏啦！個組第一名放聲歡呼，第二名咧杏木第二嘅，第三名要影相啦。睇下朴素無華一話冠軍車手啦。哎呦，走走下走甩曬喎，放聲歡呼喎，結果俾佢走甩，遲添添一啊！上次發。